又来单挑，哦，你的还不够长吗？现在一个个啊，套路很深，都知道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抓不到，那只能这样了啊。哇、哦！靠，搞个躲个龙卷风，本不该开分身的。现在好烂蛋啊！你也认名次，认名次。名次。哎呦，没砸到他。我靠，我这一下子打不到他，奇了怪了。哦，这枪好猛的。啊，我这网络实在是麻烦啊，一卡一卡的。这家伙好烂蛋啊！他对，这是什么？哎呦我操！完了啊！又开始，老是突然一下缓存，突然一下缓存，好烦、啊。他血比我多。靠！我没了。开个霸体就扔个圈圈过来。来个，下一把我很危险，他开随便碰我一下，再打一个大招我就去大半血了。管他是真卡假卡，先多打点血再说。
哎呦我操，这也搞不死。哎呀，我那切换这个网络好像时不时就卡我，到底是手机问题还是网络问题？大宁市是吧？我以为大宁市。邀请，可能他有事情吧，要不然他可能不会卡在那里被我白揍是吧？本来他有机会赢的啊。宇智波波大神，波大神是吧？大波神。要死都不用分身，死都不用分身。叫你不用分身，不用分身的后果就是被我射了，又是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，你要去哪里？老太太，我在你后边。都让你分身起来，会舍得用。这主播随便打呀，应该都能打到中了，下了三个。这关应该是过任务是吧？三个西冷。雨潇潇，哥，你要干嘛？这么快就喷这玩意儿？哎呦哎呦！这个大开晚了。西冷玩的挺快的嘛，就是因为我大开错的机会。知道你和小丁是一样，想对我喷。来，过来。
伟子，叫我伟子，我要不叫伟哥呢？这个灯我都过完了。寂静如斯，寂静如斯，静寂如斯，那个静寂如寂静静寂。吓坏了吧！吓坏了！吓坏了吧！哎呦呦！咋这么快就把我插住了？哎呦，没插死啊！没插死啊！没插死也被我射死了。这个地方就跟他对射吧，我还要撑个点什么的，对吧？哎呀，吃亏了吧？吃亏了吧？哎呦，你可真狠！哎呀，我操！这样被射死了，亏大了。躲我这一把，我这都行，这都行，太好高了。跑跑跑，看你往哪里跑。嗯，调整个阵容吧。这个按部右。小七八，这不送我虐吗？那我可不客气啊！哎呦呵！我操，还在。我操！打我去这么多血，你小兵能把我打得这么惨？那小兵能带千杀倒是不错哈、啊。
插住，然后再给我巡逻，螺旋丸。好尴尬。哎呦！我操，这家伙很溜啊！他是一般的溜啊，小七班哪这么溜？不是吧？这打坑这么多？死了，毕竟还是小七八嘛，还是小孩是吧？还在发育之中，创业也不能小事啊。真难找，怎么找？我觉得名字，他的企鹅店家怎么搜人我也不知道哎，查不到了，怎么找了？不像他有搜索栏啊，他好像都没有搜索栏，搜什么名字之类的。梦醒。五、嚣张！你昨天我在 QQ 空间找了你近一个小时，空间怎么找？空间能搜索得到吧？哎呦！哎呀，瞄一点哎，他怕我。哎呦，就死了！自己跑过来送死，没办法。空间找到我啊！咚咚咚，过来过来。
起了电竞直播，然后就开始厂里的那个。那现在是怎么找到的呀？好像起了电竞不好找了，特别是开那个玩那个王者的时候，王者的人特别多，是吧？火影的还少一点呢。应该是每次空间里面花的都是王者的视频，然后火影的视频基本都是传优酷、土豆、还搜狐什么的。过来插视频。你吓死他啊！哎呦，给抓到了！蹂躏死他！你加我的 QQ 了，加 QQ 就知道在哪里直播了吗？不能对他手下留情啊！对他手下留情，我就死了。一回我插队了，哎，居然不用分身啊！哎，打死他呀，儿子！哦，还有这个呢。你再给我跑！啊，对啊，我发过了啊，那就想起来了。他这企鹅的电竞好像有些不好找人哈、啊。就来吧，直接上中了啊，就不打了。过来，那是过来呀、啊！你上当成功啊！小心，要小心！好、哦，哎，空了。哎，感谢啊，是拿二三十个金蛋，感谢经理，经理。就是问我，哎，天宇，无语还是天宇啊？无语，啥事啊？是吧？哎呦呦呦呦呦！
好痛啊！我操！还想碰虫子，还想碰虫子啊！有种你开分身，有种你开分身，开分身就好准。啊，无语，你说啥？你说你啥？他肯定是霸体，坐等他过来。早就知道你了。主要这边最近都没有小男，所以说打起来比较爽。如果有小男就没这么好打，碰到小男啊什么我爱罗，今天碰到的基本都是平常的阵容，那国家队都没碰到几个啊，要碰到几个国家队的话那真的不好打。我说不定下一把就能碰到国家队先。小七班那就是只有虐他们的量啊，不应该会被他们虐吧，又不是有小狼吗？小狼哪个小狼？哦，小狼。只是这一路打上来他们怎么都那么，今天真是怪了啊，我自己的号都没碰到几个比较强势的阵容。直接挂机了他。几秒钟就搞定。这要有大的配合情况下才能几秒钟搞定。接着慢慢搂，慢慢搂。一下就飙上去了，看见这个碰到小男了啊，这下就不好打了。那小男，首先看一下这个骗人的套路能不能用得上啊，就是等他过来，让他自己过来，让被我插，我就不搞他，是吧？傻傻的站在那里，让他以为我真的是个挂弟弟啊。不行啊，他等下扔个轮子就麻烦了。他不扔轮子啊。哎呦！这家伙可不是好惹哟。先把小男解决掉，后面就不会那么难一点了。对方也是吸啊，先下手为强，插他。哎呦呦，哎呦我哥！有，两个人互插，还有啊，我操！
这么着急开大干什么是吧？再，哎呀，操，又掉了。